我是左爱，我是猪爸爸，我是左爱。今天我们介绍一个疯狂的鳄鱼益智游戏，它有三个游戏模式，有找蛀牙游戏模式、反射神经游戏模式，还有记忆力游戏模式。现在开始玩吧，耶！好，开吧。不绑着它会出来咬，不绑着它会出来咬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鱼，这里有个开关按钮，它有尖尖的牙齿，超大呀，比我的手还大呀，这是很大的鳄鱼啊！好不好吃？不好吃。准备完毕。找蛀牙游戏模式，按下发红光的牙齿开始游戏，按顺序一个一个人的按牙齿，如果按到蛀牙，鳄鱼嘴巴就会合上，谁被咬就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游戏吧。张大嘴巴，按下蛀牙，让我们来玩游戏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按了就轮到弟弟。姐姐不怕。这次我们玩按的手指不要拿起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像爸爸这样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二、三。爸爸输，爸爸开始可以吗？好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爸爸输啊！两次爸爸，爸爸只有到两次啊！是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玩第二个游戏模式，它是反应神经游戏模式。按下橙色牙齿开始游戏，下连接两起的牙齿，发亮的牙齿会逐渐增加，速度也会逐渐加快。如果牙齿按错了三次，鳄鱼的嘴就会合上，游戏结束。谁先挑战？我。看它牙齿。准备好，速度太慢了，加油啊！ ouch， 这是我们玩第三个游戏模式，是记忆力游戏模式。按下绿色光的牙齿开始游戏，正确的话可以挑战下一个游戏，发光的牙齿会逐渐增加，按错牙齿的话，鳄鱼的嘴就会合上，游戏结束。谁先开始挑战啊？好了，加油！灯光亮了，请记住刚才你的记忆力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！请记住要打个牙齿痛的，请记住要。不记得。